声明，我们出发吧。8:30，从我登上飞机的那一刻起，孙杨上午的训练也开始了。我在8000米的高空中飞，他在高原的水中游。离开海拔40米的北京，我们向着海拔1800米的昆明前进。孙杨游多久，我们就飞多久。孙杨结束上午训练的时候，就是我落地昆明的时刻。3个半小时后，孙杨等着我。这里就是昆明了，滇池湖水波光粼粼，白帆强影群鸥逐浪，海埂训练基地就坐落在这里。这可是我第一次喂海鸥呢。昆明的海鸥叫做红嘴鸥，来自北西伯利亚，它们从贝加尔湖穿越俄罗斯和整个中国来到昆明过冬。这里鸟语花香，高原的空气真是值得深呼吸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又出现了，已经好久没有做体育星探的节目了。那么这次呢，我们又从不远万里从北京来到了昆明的海埂训练基地。那么假设我现在站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上呢，它的平均的海拔高度应该是20到60米，但是在这个海埂训练基地，它的海拔可是有1800米。那么运动员如果在高原训练，在这1800米上训练，身体上会有什么反应呢？这些就留着主人公为大家来解释吧。那么我们这次的主人公呢，就是孙杨。孙杨，快告诉我们，高原训练和平原训练到底有什么不同呢？因为它有海拔的关系吧，然后供氧量会比平原少一半以上，少一半以上的话，就是相对来动起来都会非常吃力体力的方面。所以说，看似在平原很简单的东西，在高原完成就会相对困难一点。但是我觉得，作为一个运动员来这里既然练，我觉得就是自己下狠心。我下狠心以后，这样我觉得对我在回到平原以后会有非常大的帮助。何况明年也是奥运会了，所以说这次对我也是非常重要。训练基地依山傍水，我脚下就是西山了。孙杨呢，到高原来是，来在游泳池里面进行训练。那么我呢，在游泳池里肯定是游不过他的，所以我选择在山上。那为什么我要在山上呢？因为本身呢，我们的项目就是时常的在山里面待着，所以我觉得我爬山肯定比他快。哇塞！我们看到有好多小运动员在往山上跑，这就对了。像我们这种高原训练的人，怎么能不往上走呢？一定要往爬山，你才知道高原是有高原反应是有多么的大。所以只在水里真的是不够的，一定要向上走。不过对于我这种长期在高原的运动员来说，一点事儿都没有。高原训练的原理是让运动员体内增加血红细胞的血氧饱和浓度，提高运动员的血氧能力和体能。同一时间，不同时空，孙杨在水中游，我在山上爬，体验的都是高原训练。啊，还有好高。所以，爬山，其实真的是一个体力活。孙杨，从水里爬出来吧，我们来爬山吧。啊，现在我已经来到了西山风景区的山顶。我觉得到高原来，怎么能不往高处走呢？只在水里待着怎么可以？孙杨，你 out 了。哼哼，妮娜姐，你要对你的挑衅付出代价。下次你去游泳馆，我保证把你从10米台上往下扔。其实蹬得挺重的啊，他就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地位跟金钱，就不顾一切的吧。天哪，找这种女的完蛋了。你二楼还做练习啊？哦，不是。国家游泳队的高原训练，除了大部分时间在水里外，每周还会调节性的打打篮球、爬爬山、练练器械。
孙杨1.98米的个子站在队伍中间打篮球是占尽优势的。在这支队伍里面，我们还见到了邵一文、汪顺。那么这些队友中，谁和孙杨最好呢？孙杨和汪顺都师从朱志根教练，他们自2006年相识，志同道合，是意气相投啊！这就是江湖传说中的同门师兄弟。队里的汪顺同学是好兄弟啊，对啊。啊，那我们就来套套你们两个有多么默契，好不好？是孙杨的星座的，射手，我是射手座的。好吧，那你知道他最近在看谁？最近啊，叫什么来着？那个我也在看，法治先锋啊。最近看的。现在法治先锋3出到21集了，现在。哈，巧的是我们都在看，别怪我要八卦一下喽。孙杨对剧中人物怎么看？一文分掉了，已经离婚了。他俩价值观不一样。对，价值观不一样。那个女的非常的势利，我看了以后就觉得，天哪，我找这种女的完蛋了。太可怕了。她就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地位跟金钱，就不顾一切的吧。放弃家庭。他除平时除了训练之外，最喜欢干什么？最喜欢干什么？最喜欢干什么？我现在没有说想最喜欢干什么。平时最喜欢瞎闹啊！还有发微博这一条是吗？然后那你觉得他平时会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呢？啊？这不知道。不行，你们要尊重我，我是裁判。这，他都说了，他要说你的了，你不说。来，你还还看我表情，天哪！不好说的，这天气。东北都红吗？看出来了。啊，江南嘛。就是你干嘛站着赶紧走？你要不站着，我胃疼。什么样的？你是喜欢东北女孩那种爽朗的个性？南方女孩那种娇小？那肯定南方女孩。你要问细一点，真是的，我一。那我先去上课了。好。现在是晚上8点钟，从早晨6:50起床，已经过去了近13个小时。当然，中午孙杨是睡了一小时后才开始下午训练的。那么此时此刻，他是去上英语课了，这是他每日的必修课，队里专门为他请了老师，每天晚上8点到9点钟上课，用以提高孙杨同学的口语能力。你好，还是有点气啊？超级气！别这么。没见过这么欺负人的。行，哎，你来个那个表情，来一个，过来。孙杨是个闲不住的人，电梯里也不忘记调侃汪顺，所以啊，我总爱叫孙杨多动症儿童。我们一路跟着他回房间拿英语书，听说男生的房间都很乱，咱们也顺道瞧瞧，孙杨是这样吗？还有就是，为什么训练这么累，孙杨还要坚持学英语呢？学英语应该是我这个阶段必须要学的东西，然后平时必须去看一些，比如说励志类的书，然后包括就是怎么说呢，可能增加自己一定就是文化程度的书，我必须去看。这些事情我每天都必须做好，我必须每一个环节我都必须扣好，不然的话哪一个问题出差错的话，明年就没有了。Hello Jack, nice to see you. Nice to see you too, George. Nice to see you too, George. 学英语有很多吧，我觉得自己的脚步不能永远停留在国内，我得向世界看齐。能正常的跟媒体包括运动员沟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。By the way, have you seen Mr. Zhu, our manager? Have you? 今年的话，就是上面也给我就是下任务，就是说争取能用英文跟媒体对话或获奖感言。Manager. Yes. He's in the office. He's
office. Thank you. Thank you. You're welcome. You're welcome. 我腿挺细节真的挺重的啊。自己找乐子。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刚才呢，我们了解了一下这个馆的历史。据说呢，这个馆是93年建成，94年开始投入使用，然后95年的时候呢，国家队就到每年都到这里面来进行高原训练。那么93年的时候呢，孙杨同学才2岁，但是10年之后，孙杨同学已经站到了世界的高端，然后也是中国的一名优秀运动员。我们刚才也问了一下孙杨，他对这里的理解有一个很特别的感觉，他觉得这个水是不动的，在游起来的时候呢是很吃力的，所以这应该就是高原训练的最好的效果。孙杨从12岁起每年2次由朱志根教练带来昆明这里训练，至今都有8年的时光了。朱教练说，高原训练是在缺氧的条件下进行的，这增强了孙杨的肺活量，更有助于对小肌肉群的训练，这样下到平原后和泳池里的速度训练贯穿起来，对提高成绩大有益处。训练结束后，孙杨还不忘给观众们出个谜语。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就是一般用来就是在训练之后，就是对一个伤的恢复一个愈合的作用，然后就是效果也是比较显著，我觉得这个。你们游泳是受伤在肩吗？还是这个不是伤啊？那游泳一般哪儿愿意伤呢？它嘛，每项不同，像蝶泳是腰、或者膝盖，很多不一样。就像你们那时候，肯定也是膝盖比较疼。我们膝盖腰。对。我们主要是落地那一下。那你现在翻两次，我看一下。啊！崩了！我现在老了，翻不动了。今天就是下水，感活动活动。是一天不下水就不太舒服吗？对，教练管难得上来水不容易，然后就尽量不要去把腿感觉。那对于会从每天帮他这种恢复的时候，感觉到他身体有什么变化吗？松啊、紧啊之类的。他每天都有，每天都做的话，在我肌肉质量比较好，肌肉质量。不太老这么自己夸自己的。孙杨并没有什么伤病，这是每日训练后八阵医生都要对他进行的常规放松。对，有的拉不到这个点。然后我以前也是，对于练完了再帮我拉。高才到。对，然后翻，然后再高。我每天训练之前还要对于帮我拉，因为腰有伤，还要帮我放松开。对啊，就是说话带口音是吗？孙杨是个很擅长沟通的人，聊天时他会寻找共同话题，比如谈论我的家乡，而且每到吃饭时间都会喊我们一起，和会照顾别人，所以我更加理解了为什么那么多人都喜欢他。泳池的训练结束后，在高原缺氧的条件下还要进行器械练习。孙杨说，这个训练比平原累多了，但是他还是很认真地完成一组组的训练计划，从腰腹力量到四肢力量，一刻不停。即便累得直吐舌头，孙杨还不忘自娱自乐。细节真的挺重的啊。临走前他还毫不吝啬地秀了把大腿，看了孙杨三部曲，你心中的孙杨是什么样子呢？